在高速公路上到底要保持多少距离才算安全呢？小型车时速除以二，大型车则为时速减25。各位可以用秒距法选取一根灯杆，在前车通过后开始读秒，当我车到达同一根灯杆时，所读的秒数就是安全秒距。小型车啊，最少2秒钟，大型车至少3秒钟，让你每一次开车出门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。